纽约美食城啊，金森你好。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1号，现在是下午的2:30左右。那个，我们今天来纽约美食城，我们来这里观看了一下，这里多了一个霓虹灯。对，纽约美食城欢迎你。因为他们的营业时间是早晨10点到晚上9点，也就是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有7、8点天黑的时候，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经过这边，可以看到这个纽约美食城的地点在哪里，是吧？然后往这边的停车仍然是没进去吃饭的都是免费1个小时停车的，随便停。还有人专门看护。对，自己车放在钥匙，管理员可以帮你带看车。哇，这个霓虹灯广告是两侧都可以看得到。好，进去。美食城7天营业，早晨每天都是10点到晚上9点。今天是来吃哪一家呀？我们的商场进来，在右侧的导数第2间，挨着那个克莱琴，对吧？现在都下午3点钟了，人还这么多。啊，今天是来重庆三城老麻抄手啊，支持我们老乡。重庆三城老麻抄手今天又来了，金山今天吃什么？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再回到了纽约美食城，我们今天中午想吃个他们的炒菜还有汤，今天主要是想点点青椒肉丝，像炒土豆丝。然后我点的是重庆老麻抄手红汤，他们的招牌。他们的这汤啊，例汤真的是很好，今天再尝尝。好吧，老麻蹄花汤，啊，美女军团厨师对吧？对。我们老祥。这炒的好像。娘子军。现在炒的是，青椒肉丝。哇，好大的火候啊，这个啊。厉害了，我们老乡真的是啊，巾帼不让须眉啊，这是。放了什么调料啊？青椒和红椒，还有就是青椒蒜、花椒、大葱。颠锅颠得很棒哦，金山你颠不颠得动啊？可以啊，要不要颠一下？我正想动手一下了。你餐馆你也做过？对。啊，你36行都干过？对。川菜你也会炒？会炒。就在这偷师学艺吧。这是四川的口味，要里面的调料的风格都不一样。川菜的灵魂是什么吧？辣麻。什么辣麻呀？豆瓣酱、泡菜，都是没有豆瓣酱的。清炒没有啊。今天天气热，怕上火，哎，就炒个清炒。好漂亮啊，层次分明啊，这个哈，红配绿一台戏。金山，你看那个罐子。里面是泡菜的是吧？是啊，那个我们大厨师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四块，你先。姜和这个辣椒，哇，太爽了！这真是直接的。这里是姜，口头是姜。嗯，所以我们川菜的灵魂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泡姜、泡辣椒、郫县豆瓣儿。然后炒菜的时候，里面是调料，对。调料啊。嗯。第二个菜是考手艺的啊，不要看是简单的一道土豆丝啊。泡跟不泡有什么区别？泡跟不泡差别很大。对，很多。它是发酵的。自己泡出来的，而不是。我们市场买回来的去切的，这是经过发酵的啊。这发酵完以后的味道，炒菜的味道就不一样了。你看这个椒，我刚才看了，以为是单自己切出来的，这已经都完全刚才那个坛子里面对捞出来的，都泡出好了，泡好了。现在在炒那个炝炒土豆丝了，金哥你这个可以学一下，回家炒给你家人吃啊，很下饭，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。美国人吃薯条，我们就吃我们四川的。炝炒土豆丝，这干辣椒、蒜，啊，炝炒土豆丝出锅了啊！大家看，两个小炒已经出锅啊，全是现炒的啊，全是现炒的，所以朋友们放心吃，这是老妈抄手，皮薄馅儿大啊！啊，这个是成都的一道名吃，老妈蹄花汤。每家都有的，嗯，这胶原蛋白满满的，很鲜的。这个外面，这全是我们四川的美女大厨啊，手艺员都是我们老乡啊。大家吃川菜，哎，就到纽约美食城来。大家来了呢，必点的就是他们的招牌重庆老麻抄手啊，就是咱们北方人叫的馄饨啊。它里面的肉馅特别嫩啊，一点都不柴。这辣椒油呢也是自制的，特别的香啊。我来一份这个啊，已经够了啊。里面是实打实的肉，这土豆丝也是。我尝尝味道啊。四川，家常菜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味道非常好，非常入味。
这个辣椒一呛就特别。这家抄手跟福州的还燕王啊、扁豆啊完全不同，它的馅、肉馅至少比我们正常福建的燕王那些大3到5倍。那福建的扁豆的肉很少很少啊，它就配那个拌面啊。对，这个当主要主食用啊，多好。对，相当于一个午餐啊。跟白饭一样的。嗯。会吃得饱。这个炒菜怎么样嘛？觉得？炒得很好啊。光泽嫩透，而且也炒起来的味道刚刚好。看着不辣吧？对，不辣。不辣的。这蹄花汤怎么样？蹄花汤虽然第二次吃，但今天却在这里真正尝到它的美味。为什么呢？它里面包了时间虽然好几个小时，但是刚刚从老板那里了解的，它无味精无盐巴，就是把将这些蹄花是吧，蹄花的肉然后沾上这个吃，非常棒。油不油？不油不油。好，人家没牙齿的都可以过来吃了，你看看。对，老妈蹄花是不用放什么都不用放的，焯水的要用姜料酒焯了水以后，然后就泼在那个煲汤锅里面炖，要炖4个小时。炖4个小时的话，它什么里面什么都没有，都是姜和芸豆，就这两样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吃的时候全靠这个调料，炖起来好吃。那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午时间，比如说中午大家过来吃饭了。你要包4个小时，那你早上要很早来上班。早上8点钟就开始包，并且这个猪蹄子要预先处理的，哎、要去毛、啊。这个是一只猪手在里面，是不是啊，大姐？是一只猪手。哇，不错不错啊。嗯。这相当于一个硬菜了，你不要看的是个快餐，猪手换美食城。对啊，硬菜。朋友过来一起喝点小酒，哎，下班过来啊。对，有些就是装修的，可以打包回去。六点下班的，可以在这边点一点自己好吃。等到下班的来带菜回去，带回家你家你就吃了。对，这个我们的分量还挺足的。那这个美食城生意越来越好了，感觉啊。哇，今天外面高温了、啊，星期四啊。啊，你看这么多人。是吧？嗯。满街上走路的人，他们都觉得很热。今天34摄氏度啊。对啊。这两天都温度很高，所以说里面很凉快。现在开始很凉快了，真的很凉快。而且在这里吃饭的中午时间不少，今天是周四时间的。对啊，工作日啊。对啊。周末这里坐满当当的，咱们周末上次来过嘛。对。嗯，好，今天金山尝了我们地道的川菜啊，以后多吃川菜。多。好，这里有重庆喇嘛抄手，一种是红汤类的，这个是有点就是麻辣的，这个是清汤类的，不会吃辣的可以点这个。啊，这重庆小面很细的面，这非常细。那这里是炒菜类的，这他们的特色炒菜，泡椒猪肝、火爆腰花、清炒莴笋、西红柿炒鸡蛋、手撕包菜、青椒肉丝、泡椒牛肉丝。重庆小面啊，这个很有代表特色的。芹菜豆干，这个大打卤回锅肉，上次吃的特别好吃。哎，爆炒土豆丝就是今天我们点的，这个是他们的特色的汤，喇嘛蹄花，干煸肥肠，来的。我们下一周会增加很多菜的，什么毛血旺啊、血旺啊都有的，青花椒血旺，还有反正要增加很多种菜，叫我一时半会也说不出来。反正这是重庆的菜，我们这里都会有的。等他们出品的特色菜出来完以后，我们再过来品尝，让大家知道一下这里有更多好吃的。好，订单来了，这是。对，他们有新的订单。来支持我们老乡开的重庆商城老麻抄手啊，特别是在纽约的四川的朋友们啊，想念家乡菜的时候，就要想到。